定剂，这个是测定 pH 值的 pH 比，这个是测定浊度的浊度计，这个是测定容量量的 Biometer。 那我们现在介绍他们的操作方法，现在介绍简易的水质测定组，介绍硝酸的。将测定剂拿起之后插入水中，然后将水量抽出，轻轻的搅拌均匀，然后放置三分钟之后，等再比对色卡记录实验数值。然后亚硝酸跟氨的测定方法跟硝酸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里面所含的那个测定剂还有测定时间是不同的。亚硝酸的测定时间是2分钟，然后硝氨的测定时间是5分钟。pH 值的测定方法是将 pH 比插入水体中，轻轻的搅拌均匀后，等待上面的数值稳定之后，再记录数值。而浊度计是将测定品放入水中，采集水体，然后再测定数值。而 Diometer 是将它的测定棒插入水中之后，轻轻的搅拌均匀，等待上面的数字稳定之后，测定数值，等待上面的数值稳定之后，记录数值，再将仪器拿出。我们这次的实验过程进行了2个月，分别是每天的中午12点半来测定，我们得到了以下的结果。按着最终的测定结果是最高的为空白组跟对照组，最低的是以五力可为绿彩的，以五力可为绿彩的实验组。硝酸亚硝酸的测定结果最高的是对照组跟氮壳还有文可壳为主的实验组，而硝酸最高的是3个实验组，最低的是空白组。测定的结果 pH 值跟温度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而浊度呢则是以空白组是最高的，最低的是对照组以波滤棉为滤材的对照组。而 Diometer 测定的容量最高的最低的结果是水雾器的空白组。综合以上的结论，我们得到以下的结果。最能净化水质的是以5立可